汉堡它的那个面包很好吃，我干脆把它打开来看看它里面到底包了些什么东西。它有一个除了酱汁之外呢，它上面这边有一个起司，然后番茄。Tell me what to do. Show me how to feel. Hi,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长滩岛的低梦。那刚刚下了一场雨哦，那还好现在雨停了，我们准备要去吃晚餐了。So hit me. So hit me.今天要去一家很潮又很有风格的餐厅哦，那它的位置非常好找，它就位在 DMO 的摩天轮旁边。那你只要看到店门口呢有一辆很酷的复古摩托车呢，那就是这家店了， Steampunk。 With you, never any tension. Nothing but love and affection. Enough of my case, so let's cut to the chase. Listen up, cause these are the directions.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比脸还大的汉堡，还有比手掌还小的迷你汉堡哦。 It's an order, it's not a suggestion. I'm about to teach you a lesson. I recommend you pay. Steampunk整家店的装潢走的是蒸汽朋克风，也呼应了他们家的店名。那它的用餐空间呢是设计成开放式的，就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又无拘无束，很有海岛度假的 feel 哦。那同时 Steampunk 也是长滩岛上最有名的美式餐厅。 Whatever you say, go. 我们今天点了两杯饮料，那一杯是它的那个冰茶，然后一杯是汽水雪碧，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汉堡来喝看看它的冰茶，因为那个有人讲说这边的冰茶都蛮好喝的，喝看看，还不错，有那个柠檬，又就是柠檬红茶的味道，蛮好喝的，比较甜一点，然后那个雪碧，他们的冰块都给好多，开来。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雪碧都是这种细长型的，好。我们今天点的是那个迷你小汉堡，然后照理讲这边比较有名的是那个他们最大的大汉堡，比脸还大，但是因为我们待会还想要去吃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那汉堡因为店员讲说那汉堡是三个人份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点那汉堡，我们就点他们那个迷你小汉堡，很可爱的。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它的味道，我们先尝它中间这边有一个像沙拉的东西，它很像就是有高丽菜口感，然后红萝卜丝、葱，然后用美乃滋，有点酸酸甜甜的，其实味道还不错。那我们现在来尝看看汉堡的部分啊、哦，这汉堡真的很小，真的很小吗？我们来尝看看它的味道。好香哦，它的那个肉，那个汉堡的地方真的好吃。
怪这么突出。这个汉堡呢，用切的呢，实在是不过瘾，特别是它是迷你汉堡，我决定就是直接拿起来咬。那我们开动喽。Nobody needs to know whatever you say, girl。我们发现它的汉堡里面好像有一个汉堡的那个内馅不太相同，来打开来看一下。上面好像都差不多，可是它多加了一个这个东西。来尝看一下它的味道。它是炸，我觉得应该是炸的，炸洋葱丝，好香哦。这个搭配很不错。来开动哦。Baby, I'm your whatever you say, go.以口味来讲呢，新胖的汉堡的确是蛮好吃的、哦、那虽然它的价格有一点点偏贵，可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啦，特别是如果人多一起来吃的话，点那个比脸还大的汉堡应该超过瘾的。那今天长滩岛的必吃美食就分享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了，拜拜。